欢迎回来，这个全球现场哦，来看到是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领袖普里格金坠机身亡的案件。俄罗斯官方公布了最新的进展，包括了找到了飞行记录器，还有10具的遗体。同时呢，俄罗斯方面严厉驳斥克里姆林宫涉及犯案。Says it has recovered flight recorders from the crash that may have killed Wagner mercenary leader Yevgeny Prigozhin. This is the Kremlin is calling any speculation that it was involved in the crash a quote absolute lie. The denial, of course, coming nearly 48 hours late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lso weighing in, calling Prigozhin a talented man who made serious mistakes.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有很多猜测都是有关这场悲剧性的罹难。他说，西方这种猜测呢，这完全是谎言，谈论坠机应该只能以事实为根据。而目前呢，这个俄罗斯的调查小组表示了，目前找到的10具遗体当中正在进行身份的辨识。中非两国在南海主权，尤其是仁爱礁争议上情势升温。菲律宾的跟澳洲两国的军方就在25号结合了美军陆战队，在南海举行了澳美菲三方军演，针对性极强。那么目前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连线给记者刘子瑜。是的，主播可以看到画面中，就是参加这次澳美菲联合演习的澳洲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而美军鱼鹰式战机在空中配合进行演习。从8月25号展开的地点，其实就是在南海。澳菲两国超过2000名国防人员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参与演习，包括坎培拉号在内的2艘澳洲舰艇以及菲律宾海军进行双边演习。这是两国第一次进行联合军演，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也一同视察本次演习。So this is our continuing effort to strengthen our capabil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litaries of our neighbors around the region. 中非两国因仁爱礁马德雷山号的座谈故意搁浅争议一直不断。而这次澳美菲军演刚好就在仁爱礁补给船事件2天之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他将在下个月前往菲律宾访问，讨论国防合作议题。这将是20年来首度澳洲领袖访问菲律宾，而澳洲表态力挺菲律宾，会不会使得中非之间在南海紧张情势升温，将是下一周观察重点。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交还给棚内主播。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试图推翻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被指控多项重罪。他在美国当地时间24号晚上抵达了乔治亚州自首，依规定拍摄了档案照，建立犯人编号。那么川普也成了美国史上第一位拍下口卡照的前总统。美国前总统川普今天25号飞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监狱快闪自首，全程只用了短短20分钟，缴交美金20万元，相当于台币640万的保释金。川普态度强硬，坚持不认罪。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and everybody knows it. 川普自首留下了这张口卡照，他眉头深锁，怒瞪镜头，露出凶狠的表情。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有前总统拍下口卡照。这张犯罪照也迅速成了商机，川普竞选官网立刻推出新商品 T 恤，一件美金34元，相当于台币1100元，而马克杯一个美金25元，大约快800台币。随后川普也在推特上分享照片，这是他2年以来在推特的第一篇贴文，显然把自首当成全新的商机。不只是川普，其他18位官员也遭到起诉拍下档案照片，其中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面无表情，而川普前律师艾里斯竟然露出开朗的笑容，显示出毫不在意的样子。77岁的川普是第一位面对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根据外媒报道，川普被指控13项罪名，包括敲诈勒索、做出虚假陈述、选举文件、拉拢时任官员等，为的就是要破坏民主党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如今美国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结果会如何，世事难料。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